志摩，哎，志摩，你看我脖子上是不是条项链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你再仔细看，确实没有啊，就脖子上有点颈纹。颈纹啊，那多难看呀，我得把它画成一条项链。画项链？你不是本来就有项链了吗？戴一条就好了。再戴一条，那不是相当于戴两条项链吗？跟狗项圈似的。算了，我还是画一条吧，这样看不见。你帮我画。我画？对啊，我画呀。你快点来呀。来啊，好好画。等一下呀，还要见你的朋友，让他们看看你的画画技术。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一定有别的解决方式。有啊，乐沙医美容中心就有线雕除颈纹哦，效果很好的。来来来，卡给你，拿去刷。我去，你给我的哦。那我就不好意思不刷了。刷刷刷，那我再做一个除皱。刷，全部去刷。想要我刷卡还来这一招，我太难了。宁可自己心疼，也不能让心爱的人难过。虽然我不在意他的美丑，但我在意朋友的眼神，即使是笑起来脸上的小皱纹。